不是你们哪来的缺德取这个名字啊？我看到别人给我发，我正在喝水，你知道吧？以后我看你们私信的时候，我不喝水了。我看你们私信的时候，我不喝水了，因为会经常猝不及防。我看到你有一个新的梗叫什么武当派，我看到的时候我直接一口水喷到了我的工作键盘上面去了。还好是机械键盘，跟你讲，还好是机械键盘，不然的话我那个。那个就报废了，真的还好是机械键盘，不然我真的那个我的那个就报废了，我的键盘呢、啊？我的办公键盘就报废了，真的。以后还是看你们的微信，不是看你们给我的私信的时候，东西也不要吃，然后也不要看东西，也不要喝水，也不要，就是尽量，反正就安静看着就行了，不要什么都不要干嘛，不然会被呛。武当派，我，哎，这真的是人才，真的，你们个个都是文学大师。对啊，你们这武当派跟空同派不死不休，你看五分钟姐这种，真的，你们一个个都是梗王，一个个都是梗王，真的。你最恐怖的是很容易出圈，你爸妈真的知道了，就那个什么，本来是叮当猫，知道吧？本来叮当猫这个已经是很早就知道了。然后就是昨天嘛，不是你们老是说他兜的这个事情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就是这他们之前还以为你爸插兜的时候，以为他耍帅，或者是防晒呀、啊，或者是干嘛怕晒黑手啊，或是干嘛的嘛，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过来听我直播了，然后知道原本的一个本质居然是为了武裤裆，然后那个。一帮人在你缺德，然后说他是武当派，然后今天不是好多他那个路透图，他还在武当嘛，就已经穿成那个样子了，他还武，然后那个突然间以后，你们这个武当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突然间就出去了，知道吧？自信点就是因为我嘛。就对啊，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昨不是前几天的时候，不是应该是前两天，他那个路透图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个，都以为他是防晒耍帅什么的。后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来看我直播了，然后突然间这个武当派就出去了。哎，我跟你讲哦，我看到一个小宝贝儿给我发的，就是从大眼那里，从阿虾那里截出来的，说是他的首页，应该是来听了我的直播，把我昨天的那个产出整理了，然后说是新鲜肉乎的产出，然后居然没有加工。哦，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我的产出没有经过加工的。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之前的时候发的糖，然后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是在哪里传播的，回到我这里的时候图已经有点糊了，他在那里洋洋洒洒了好长一段，那个产出，然后后面他结尾了，后面他括号一个以上内容。结局请参考塌房姐产出过程纯属加工，居然知道被猪了，居然知道被猪了呀，你们长大了呀，你们成长了。没有，他那个今天他没有加工的那个把我的话还原得很好，人家这种叫接地气好吗？妈的，那种加工的也就算了，好吧，那种加工的就算了。人家帮我的，就是人家能把我的话的原意给表达出来了，人家没有加工，知道吧？人家也知道润笔了。但是你就是人家读的就是流畅，也没有觉得夸张。你看你这种洋洋洒洒一大段的，后面还括号备注。我虽然说我谢谢你知道备注了，但是我看了那个一整个过程，我说我谢谢你，还自洽逻辑。对，
就是关键是他还自洽逻辑，哇，好厉害！你们，我感觉你们真的是被我训多了。就是你们，我说了，你们哪怕给我编个洗脑包，我说你们下次给我编个洗脑包的时候，逻辑一定要清晰。他妈的他做一个洋洋洒洒的一个加工，他居然还要自洽逻辑，你们是真的猛，真的。所以什么武当派，真的，我今天在喝水。本来周一是真的很忙，知道吗？周一很忙的鸭油，这个值得鸭油，真的，真的，这个武汤派真的值得鸭油。我本来是周一我是真的很忙，上午的时候还要开会，说那个海关跟生产的事情，还有排产的事情。然后那个中午去吃饭，回来休息了以后，下午的时候。还有开那个什么清关会，每一周基本上都要开他那个生产排计划的那个会议都要开的。我本来我然后下来我就感觉好像我没什么事了，三四点钟我感觉我好像没有什么事了。然后我一想，我说要不我去上一下 B 站，然后看一下私信，因为昨天不是开了那个推荐楼嘛，哦，推荐书的那个楼嘛，我看一下大家推荐的什么书，我说我要不去下一下，然后我摸鱼，我看看小说，然后我一上去了以后一堆私信，然后我一点进去一看，然后就直接有一个姐妹说武当派，我一口水就直接喷出来了，真的，我就一口水就直接喷出来了。啊，你就怎么 CCMYY 就说姐姐晚上好，我就进来看看，然后继续加班，辛苦了啊，辛苦了，有回直播回放的哈，有直播回放，真的一口水直接喷出来了。我说武当派，不是他给我发的时候是纯正的武当派，我那个时候我读了两遍，我说为什么要给我发个图说是武当派，然后读了两遍以后我才发现他那个谐音梗。真的谐音梗被你们玩的明明白白的，真的谐音梗被你们玩的明明白白。什么？他什么叫白努力？他又干嘛了吗？今天不是舞得很好吗？你今天你爸那个装备那衣服那个裤子穿成那个样子也不用捂啊，我也不明白穿成那个样子还要捂，这越捂越不信。是吧，那个星夜旧惊魂是不是你也才反应过来，那个谐音梗那武当派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对啊，那个叮当猫也是谐音梗啊。叮当猫就是叮裤裆，哎，你们真的很离谱。不是我今天看了路透，就是我昨天我有看了路透，我有看了，就是不是是今天我有看了路透，就是你爸不是穿了衣服吗？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样子都不用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他还捂。看什么私信啊？等会我看看，咋你们这么多？哦，我有看到了，说有路透嘛，就是他们跟黄景瑜跟黄明昊玩的时候，就是还得防着别人踢到他那四两肉是吧？什么鬼？你看你们。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们的站姐站哥拍照的时候，拍照的时候，真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角度问题，还是他本来他的眼睛就盯着你爸的那个裆，就是整个照片呈现出来的效果，让人第一眼盯的就是他的裆，他的裤裆，真的，要么就是第一眼让人家看到的他是他的胸。我感觉是跟你们站姐站哥的一个，我跟你讲哦，真的是跟摄影师的镜头是会随心的，知道吗？摄影师的那个想法，他的那个镜头会体现他的想法，知道吗？什么鬼？你们这些 P 图的。我看到你们给我的私信了。不是，是真的，他的镜头是会体现他那个摄影师的想法的，不然的话人家怎么说镜头下面镜头是活的。屁屁还是平的，你没办法呀。我现在你爸爸的，你阿爸的那个屁股也是我的怨念。什么数学书配色衣服，你们缺德真的是！你爸每一件衣服你们都每一次出图你们都忍不住缺德。我跟你们说了，站姐黄就是我跟你们讲，你们真哥，你们的那个真哥，你们的那个真哥出图为什么会跟像跟那个并蒂他们那些出图那个感给人感觉有点不一样，就是那个真哥可能脑子里面没想那么多。懂吗？我看我们几个站姐的图啊，哦，特别是女站姐的，我看你几个图，第一反应都是会看，都要么的胸，要么是她胸，要么就是她的裤裆。就是看那个真哥的图的话，就是很整体，对，她的图很整体，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怪你们第一眼为什么看过去的时候就想到裤裆，就盯着他的裤裆。其实照片也是有引导性的，我错怪你们了哈，错怪你们了。啊，站姐的错，你们都不黄是吧？啊，就站姐黄，你们不黄，咦？开始好久了吗？半个多钟了。原谅我了 ，Vicky 算了吧啊 ，Vicky 算了。你黄不黄我心里面有数， Vicky 九够， Vicky 你算了啊，你黄不黄我心里面特有数。不是啊，就是照片其实怎么说呢，你们要懂得怎么看，我教你们怎么看人，怎么看视觉，怎么看照片。要不要教？我在吃粽子。
我还在吃粽子。哎，饺子啊，提没关系啊，饺子提没关系，提自家人没关系，就是不要提别的明星就可以了啊，不要提别的明星就可以，然后不要不要说一些敏感的就可以，没关系的，我们这些战哥战姐还是可以说的，没关系的啊。对，就是不要提别的明星啊，一些敏感的话题就可以了，哎，就是自由一点了，没有就大家自由一点了。肉的，我喜欢吃咸粽子。我们南方，我们南方就是我们广东两广都是吃咸的。你们的黄跟别人的黄它不一样，知道吗？你们的黄更多的是行为分析，别人的黄是会做梦。你们不做梦。知道吗？你们是不做梦，你们是做行为分析。其实讲道理啊，有时候行为分析是会让人觉得让他去做梦这个事情还尴尬，然后，但是又让人觉得忍不住觉得你们很可爱，知道吗？就比如说啊，阿爸阿妈喜欢我们五黄吗？或者是干嘛的？我觉得好像你们五黄的之前也没问过他们的意见，是吧？是吧？就是。你们五黄之前也没问过人家夫妇的意见呐、啊，那你都五了，你现在才问他们喜欢跟不喜欢，那人家现在都已经习惯你们这个样子了，你让他说喜欢还是不喜欢嘞？是不咯？是不嘞？那事实上就是啊，你们五黄的时候也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啊，但是人家已经习惯了你们这个样子，以后你们反而不好意思了。对啊，你们自己反而不好意思了，你不好意思了以后尴尬的就是你爸妈了呀。你们礼貌性的问了一下答案是什么，你们听过答案吗？咦，真的是。但礼貌性问一下，结果不重要是吧？对啊，你们五之前磕之前也没问过人家，你现在你们都已经人家都已经习惯了，你们就这样的，你们哪一天不五了，他们都不习惯了，然后你突然间不好意思的，他妈的尴尬的不变成你爸妈了吧？是吧？尴尬的不就成你爸妈了吧？我跟你们讲啊，原本的时候你爸妈是不穿老头背心的，知道吧？你爸妈是原本是不穿老头背心的，就你们一天到晚的盯人家喉结，盯人家的胸，盯人家的屁股，然后就关键是不带任何情欲的做行为分析，然后觉得他跟你爸的各种配，然后各种的合适。我跟你讲啊，虽然说我如设身处地啊，换位思考一下，你们觉得他各方面跟你爸都很般配的时候，你妈是很开心的，但是你们是从他的肉体形容的各方面跟你爸很般配的时候，就觉得会很羞耻，就会觉得很羞耻。对，以前他们是不穿老头背心的，你们老是盯着你妈的胸，然后天天查你爸的腹肌。然后现在你们顶多只能看到手跟脖子了，脚都看不见。对，你们先舔你妈胸的，真的。对，你们先舔你妈的胸的，是你们先舔的，懂吗？是你们先干的，然后老头背心是你爸买的。但是自从你妈穿了老头背心了以后，你爸怎么也没想到，他这么平的一个人，你们居然也把那个把刀啊转向他了，那个刀口居然转向他了，然后想了想，他还是穿的。想了想，他还是穿吧，真的都不用讲，都不用你妈讲，他都会自觉的穿的。就是没想过你妈穿了以后，她这么平的身材，你们居然也
你爸那个胸啊，这跟那个屁股啊，怎么埋哦？我问你们哦，都不觉得硌得慌吗？这硌得慌啊！那怎么就没想过你们这么饥不择食？对，要开始就见外了，就开始见外了。所以你们现在基本上只能看到脖子以上了，脖子以上，脖子以上，手腕以下，你们顶多只能看到这几个了。人家现在穿衬衫或者是穿 T 恤，人家都穿老头背心在里面。对，天气再热，本来穿个 T 恤就行了，一定要在这里面穿老头背心。你不是你没有，你没有想法，骗鬼哦！信你们哦，我信你们母猪都上树了啊！我信你们。是啊，我也很想问，不热吗？但是，他们感觉还好哎。你这不要不是在海南这里实在太热，你想想看你爸都穿成什么样了？你爸又穿了一件白 T， 又穿了一件沙滩衬衫，穿了防晒裤，又穿了一个短裤子，都已经捂成那个样子了，捂成那个样子。他里面再穿个背心的话，真的你爸就真的要中暑了，懂吗？就是在海南这里啊，海南这里，你爸要是再穿个背心的话，我觉得你爸真的要中暑了。对啊，我看到有人给我发说问你爸是不是6月9号要回成都，我上哪知道去啊？我很想问，哎，你们去哪里看的呀？我很奇怪，哎，你们怎么知道吗？你爸要6月9号要回成都啊？他回成都，然后又飞海南，因为好像后面还有那个节目要录，也是在海南录节目，然后那个会录到。会录个好几天，然后你们是怎么知道他不回北京吗？不回呀，黄牛，他回北京干嘛？他回北京干嘛？6月9号，算了，这个一会儿我下播的时候再讲啊，下播躺，别套我信息哈，别套我。你们现在跟你们讲的一会儿没有下播堂可以吗？反正讲都讲了，就顺口讲出来，讲完了以后就没下播堂了，好不好？反正左右都得讲啊，就是反正左右都得讲，就是讲现在自己直接讲了以后，要下播堂有就有，没有就拉倒了，反正都是说，是吧？也不一定要非要等下播的时候才讲这个啊，对啊。对啊，还是不要老是设这种规矩了，真的。有直播就是啊，下播堂有就说，没有就拉倒。那总不能就是天天把你爸妈的一些私生活的事情老是扒出来是吧？不讲，就是其实就是不用回北京啊。为什么？你妈过三天就出院了呀？是好事啊，你妈要出院了，你妈要出院了。对啊，你看你爸高不高兴啊？他很高兴啊。为什么？你妈要出院了。反正一会儿你们说什么下播堂有就有，没有拉倒，真的刷在我这边直播间刷也没有用，有就说，没有就拉倒。那为什么是去海南呢？自己不会想吗？为什么去海南呢？为什么是去海南呢？我都很奇怪你们。恢复很好啊，是啊。那他做基础复健，其实就是在走路，熟悉新的那个半月板的那个钉子而已，就熟悉新关节。我说为什么我不想说，我自己想了。但是那到时候又翻车了，又说是我翻车。
我又不知道你爸的航班，我是不知道你爸的航班好吗？我说了，这个是别人，这是别人，你们私信里面告问我的，问他是不是6月9号是回成都，我说我不知道了，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们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你妈确实要出院了，懂吗？就是别的我不做他想，你们自己乱猜跟我没关系啊，你们这种乱猜跟我没关系，翻车是你们的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翻车。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爸的行程，我不知道你爸的行程，所以我这个我其实我不觉得是铲除诶，我也不觉得是铲除诶，因为可以直接跟你们说啊，你妈要出院了呀。那是不是回成都我又决定不了，是不是回成都我决定不了，所以这个也不算铲除吧，真的也不算铲除，算是一个消息，一个铲除消息。这种手术一般都是6到10年左右的一个6到10年左右的一个寿命期。只要他好好锻炼，就是经常用的话，其实可以用很久。案子不需要定制了吗？那你要律师团队做什么咯？我问你啊。案子需要他有他在，他就能干嘛的吗？那专业的事情专业人做啊。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做啊。是吧？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做。他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好。案子的事情有人跟，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来做喽。他跟有没有也没有用啊，是不是？你18年，你他那个时候18年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做的是那个直接是那个半月板的那个东西了。现在他这个是换钉子，又不是干嘛？他现在都是换钉子。以前的时候是受伤，以前是受伤加那个加维护类型的。那你这种肯定要花很长的一个时间的，知道吗？要很花很长的一个时间来做修复啊，什么七七八八的。但是现在他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以后，是那个就是再重新再做别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下波堂说完了，我觉得那个也不是下波堂哎，也就一个行程产出。因为我说了，我不确定，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回不回成都。我关键是我不知道你爸的行程，我不像就是怎么说呢，这一会儿信誓旦旦的说啊你爸6月9号回成都，他妈的他突然间改变行程了，他就突然间改变行程了，啪啪啪打我自己的脸。我又不问是不是，我又不问这个事情，然后我自己又不知道他的行程的问题，难不成我还特地去打听他回不回那个成都啊？我有病啊，他回不回成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就是他回成都回不回成都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也不是怎么讲呢？但是要是他回成都的话，我只能说一切顺利，是不是？然后那个平平安安。要是他不回，那也对我来说好像也没什么。所以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他回不回成都，也不知道这个行程。但是有一个事情我是真知道，就是你妈出院的这个事。对，他回哪里没有关系，这个因为我本来我也不知道。然后这种事情还是不要说的太远，我不喜欢啪啪啪被打脸。对啊，没到时候又说啊，他芳姐翻车喽！我跟你讲，我不给这人家留这种画饼哎，不给留这种画饼啊！反正我知道你妈要出院了，他们回不回成都，这不是我能做决定的啊！你们要是觉得他们两个一起回成都的话，这是你们的产出啊！啊，记得啊，这个产出啊！这个产出出去记得备注啊，70%是你们的臆想啊，记得哦，备注哦，啊，给我做总结，给我做直播总结的时候啊，给我做直播总结的时候，第一条堂，阿爸阿妈，6月9号一起回成都，
然后括号70%观众，对，70%观众意向，30%他房姐提供，对，你好了，为什么我只占30%啊？为什么？因为他要出院了嘛，然后你爸又不回北京嘛，那你们可以想象你们可以接生到70%的意向啊，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回成都见家人呐、啊。那这个就不是我负责的，是你们负责的呀，是吧？这是你们的负责了，对啊，你们自己填，到时候翻车的是你们翻车，跟我没关系啊。到时候翻车的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啊，别到时候又抬我的时候说是我那个我的产出，然后我那个我他自己的房，我他自己的人设，然后我就冤枉了，很严谨，对，嘿嘿嘿，我现在学乖了，跟你讲。吹牛这种东西谁都会，但是稍稍切合那个切合实际一点点啊，真的，吹牛这个东西啊，吹牛装逼这个东西谁都会啊，谁都会吹，但是吧，我就觉得还是切合一下实际的好，因为这种很容易啪啪打脸呢。我可以塌人设，不能塌房是吧？啊，我人设早他妈塌了嘛啊！你们还记得我当初的人设是什么人设吗？啊，还记得我当初是什么人设吗？你们居然还敢我说我他人设，怪谁？啊，还不是怪你们？啊，怪你们！啊，对呀，对呀，我之前我的人设是什么？哼，哼，啊，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真的，千面就是那种什么千面鬼啊，什么千面狐狸，说的就是我了。啊，百变大咖姐，怪什么怪怪姐，怪你个头！我真的是我的外号，我想想看哦，诈骗口音 UP 主，塌房姐，阿姐是我自己取的，这个就不算外号哦，这个是昵称，诈骗口音的 UP 主，塌房姐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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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那个，对啊，那天还有好多那个名字，哦，什么吞吞姐哦，什么吞吞姐，什么鸭油姐什么的，对，然后就是，然后一堆，对啊，啊对啊，最恐怖的是还有多了一个叫烧鸭姐，我日了狗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卖烧鸭嘞。阿姐不是你先叫吗？广东这边都是叫阿姐啊，已经习惯了。对啊，孤高姐，我做错了什么？我问你们，我做错了什么？那什么都没做。对啊，那天铲出那个三轮车了以后，我还变成了北上姐。对，那个三轮车，那个损阿姆的那个段子啊，我还变成了北上姐，她不叫三轮姐，叫北上姐。怎么北上？三轮踩三轮。对啊，真的，就是那一天，就是讲那个烧鸭饭而已。你们自己去团建，跟我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直播间给你们卖烧鸭。啊，还有个墩墩姐，那个墩墩桶的墩墩姐。啊，这个卖布姐这个是事实啊，就我就是我确实是卖布的，对啊，什么墩墩姐这种东西的，真的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真的百变大咖秀都没我那么会变呢。我卖个头啊，我是卖布的，我不是卖烧鸭的，为什么会问？所以烧鸭有卖吗？卖你个头哦，我卖你敢吃吗？是吧？叫我什么烧鸭推广？哎，真的是。对啊，居然还问我是不是真的卖烧鸭？啊，我这口气差点上不来。啊，对啊，还有个叫达玛姐，真的，达玛姐跟这个是真的很开始的时候似的。
哎，啊，你想吃，我也求放过，好不好？求放过。不是，我是真的没想过那天晚上说了这个烧鸭饭以后，你们组团建吃烧鸭饭，把人家店里面的烧鸭点外卖的都给点没了。你，我有时候我一想，我说我直播间的观众有这么多的吗？哦，1000来个人也就1000多份一个烧鸭饭，至于把人家那个烧鸭都给吃没了吗？好像真的至于。我爱吃烧，爱吃鸭吗？也吃，但是也不是说也经常吃啊。我们广东这边的那个烧腊本来就出名啊，所以会吃是很正常啊。烧鸭饭好吃，还行，可以。啊，就意思是说，你们在直播间的这1000多个人，只是每一个群的一个代表，然后还要转述直播内容。哦，今天阿姐的产出是烧鸭饭哦，是烧鸭饭哦。然后群里面的人的时候就一起吃烧鸭饭了，是吧？所以就1000多个人都有1000多个群，是吧？太猛了，你们！我也是服气，真的。哎，我这边老是，就是免费给人家做广告，那个什么指甲油啊，哦，指甲油啊这些东西，我也是免费给人家做广告。然后那个什么烧鸭啊，什么墩墩桶啊，哦，什么墩墩桶啊什么的类型，那些什么七七八八的，我感觉我好能，我也挺能带货的，我跟你们讲。我好像我也挺能带货的，你这要是我混阿虾那边的话，你说我是不是收广告费收到手软了？对啊，真的，我一想想，你说要是我混的是阿虾上面那里的话，我广告费都要收到手软。对啊，打钱。哎，打个屁钱哦！哎，我想看哦，我看一下，你说你们说，要是我努力到我努力到，就是今年过完今年，你们说我后台那个收入，那42块钱的收入，你说我直播到过新年的时候，你说能有没有那100块能提出来哦？能提出来哦，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已经很固定了嘛，哦，有很固定嘛，偶尔会有个一两个那个带牌子嘛，哦，买牌子，送宾客拉嘛，哦，送宾客拉。你说我们干一年下来，你说我们干一年下来，你说那100块钱捐得出去不？哦，我感觉提都提不出来，嘿嘿嘿。什么？看私信我的产出，哎，开玩笑啊！我只是，哎，我们的目标是逼克拉哈，我的目标是逼克拉，你们别给我随便乱送东西啊！乱送东西不代表我爱你啊，白嫖知道吗？白嫖要白嫖。干嘛？你们，我看要我看私信是做什么？哦，我看到了，你每次你们这些你给我看的产出，那个图都糊到不行。什么什么自己垫钱去捐这种事情，我跟你讲，我就不把它提出来了，不提，哼。你看你们这帮人，天天给我发黄图，一天到晚在那个不良信息里面，啥也没干哦，就发了黄图而已。真的，就是正经的消息远远少过。就你看，比如说是有1000多条的私信，顶多有200多条是在一个正常信息范围，然后那个疑似不良的消息，经常会有个1600、1500，感觉最近的产出少了。你是说产出太太吗？
你是说产出太太吗？什么唯一白嫖的直播？哎，那个疫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哎，我跟你讲哦，你是天天来听直播的哦，你是来天天听直播的，和你倒是把白嫖贯彻的还挺到底的哦，还兴致冲冲的跟我说，看了这么多直播，就我这里白嫖，哇，你良心都不痛的。对啊，白嫖就嫖了哦，还光明正大的说出来，我给别人钱了，我嫖你，太恐怖了，你们这些人良心都不会痛的吗？铲除少是因为哦，就好多人被封号了是吧？对啊，这很直接，很直接告诉我说你没有良心，行吧？狗子有细思一力大无穷，你爸力气大很正常啊。他能，你爸可以直接搂着你妈的膝盖，像抱小孩那样子抱着你妈，能上一层楼，就是能走楼梯间。你爸的臂力真的很强。真的，你爸的臂力很强，但是他公主抱起来了以后，就是时间不长久，就是公主抱的时间不长久，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但是如果说只是就是搂着你妈的腿啊，像抱小孩那样子抱的话，他可以直接把你妈抱上楼的。你别小看你爸，你爸力气很大的，知道吗？哎，我跟你们讲一个讲一些床底料啊，产出哈、啊，跟你们讲个床底料产出啊。现在我们的糖都是随机发啊，没什么下播糖的说法，都是随机发的，想到就讲啊，想到就讲，不然的话你们让我回忆的话，我就觉得什么都不太好讲，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太好讲，是觉得什么都好像都不太重要，知道吗？就是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了，不然的话你让我特地想的话，我就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就是，你妈以前在剧组的时候，不是就是被你爸娇惯了，被你爸娇惯，就是那个腿啊，不是都是喜欢抬到他的腿上面给他按膝盖嘛？那如果说是在家里面相处的话，他们坐沙发，你妈要是在那里斗地主啊，你爸要玩游戏的话，他们两个的姿势经常是你妈。跟你爸同样都是靠着沙发，但是你妈是会靠垫靠枕的，身子是歪着的，然后那个腿受伤的那只腿啊，它是会架到你爸的那个腿上面的。然后如果说是他们不玩了哦，说我们不玩了，说要去吃饭啊，或者是要干嘛的哦，或者是要干嘛的，你爸起来的时候的话，从来都不是说是直接把他腿给你挪开了，知道吗？你爸。浇灌什么？你们这帮人能不能不要玩谐音梗？我好嫌弃你们呐、啊！好嫌弃你们呐、啊！真的是，我还没讲完呢，一群人在外太空了。妈的车，有本事你们自己这个把这个车给我开起来，有本事给我去遨游外太空，开车有算什么本事啊？开车算什么本事？遨游宇宙，像我一样遨游宇宙，你们就赢了。开车算什么本事？你们真的是，对啊，你们这帮人就是开车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去外太空了要遨游，每次都说我开车时候跟不上我，你们有本事开车，有本事把这车给我架到外太空去啊！真的是，重要关头就是你爸起来的时候，从来都不是说把他的腿给挪开，然后或者是说是把他给就是给弄把那个腿给弄掉站起来。你爸的挪开的话是直接把你给抱起来，懂吗？直接给抱起来。你妈关键是你妈很习惯，她在斗地主的话，她在思考的时候她动都不动，你爸就直接这样子弯，就是公主抱类型的，直接把人给弄起来，她都一点，你妈一点反应都没了。然后你爸转个身又把他给放到沙发的另一边，就自己去就自己去就
就是抱起来的时候他不走的，知道吗？就是他只是给他换个位置，让你让，就是他腿不是架在你爸的腿上嘛，就是直接把他，就是直接整个人把人公主抱转一个方向，把你妈放到另一边去，他要起来。他不是像别人那样子，就是把人家的腿给弄走弄开，然后他再站起来的，是把人整个人给挪了，懂吗？把整个人给挪了以后放那边，然后你妈，关键是你妈见惯不惯，你妈很习惯，主要是你妈很习惯，然后也不动，就在那里专心自己做他的。因为为什么你爸把他给弄过来了以后，还会抓着他的抱枕给他垫背后，然后你妈就很自然的躺下去，然后你妈去你爸又去做饭了，或是干嘛的，该干嘛干嘛的，是这个样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麻烦的，挪开腿不就行了吗？懂吗？就是其实把他这个脚给挪开就行了，但是在你爸的心里面就是他绝对不会把你妈给推开。懂不懂？绝对不会把你爸妈给推开那种的，就是在你爸的身上，哪怕是不知道这么深，哪怕只是你们只看到他们表面相处而已，你爸绝对不会说是跟你妈就是推开那种类型的。你看他对你妈最凶的一句话就是你给我走开，就是走开，就是转移，就是扭捏一下肩膀而已，但是他绝对不会说是动手真的把你妈给撞开或是那种的，就是说走开可能就是动一下肩膀，可能就是蹭一下你妈，但是绝对不会把你妈给推开的，绝对不会的，懂不懂？就是而且放在他腿上面，就是我觉得你妈可能你爸在你就是你妈在你爸心里面，就是可能那因为那个腿伤，他生活真的不能自理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就因为你妈很习惯就是把那只腿放到他那个腿上面嘛，然后他玩了以后，他不玩了以后的话，你爸会习惯性啊，就比如说单只手拿手机，或者是死就被打游戏啊，被人家给打死了以后的话，他不是有那个恢复时间嘛？哦，那个复活的时间，他有那个时间，他买完装备以后再等的话，他就会下意识伸手出来给你妈捏捏那个，妈给你妈捏捏那个膝盖。他顶多他就会在复活的那个时间，他买完装备，他在等了以后，他就会下意识的拿手出来给你妈捏捏捏捏完了以后，他复活了，他又继续玩他的，他是这个样子的。对，就是本来是坐在右边的，然后他要起来的时候，因为你妈架着那个腿的问题，他直接把人给抱起来放到左边去。所以就是我从来不觉得你爸不会，你爸只是分人，好不好？你爸只是分人。你爸妈有很多下意识的东西，你爸妈会有很多下意识的东西，镜头下面都躲不了，习惯了。哎，我跟你讲什么零杠七，我才不会讲什么零杠七呢，在你给你爸点面子了哦。给你爸点面子了，零杠七。对啊，你爸还是很好胜的，好吗？你爸在游戏这块还是很好胜的，虽然说真的很菜。懂吗？对啊，这个料够床底吧？这个料够床底吧？哎，这个产出，这个产出我不负责，你们也不用负责，这个产出那个小助理负责。就是这个产出啊，小助理负责啊，这个产出不是我的产出，也不是你们的产出啊，这个产出是小助理的啊，你们这个产出给我备注清楚，不是阿姐的产出啊，不是我的产出，懂吗？备注清楚啊，这不是我的产出，这是小助理的产出，懂吗？以后翻车的话，你们去找小助理算账，不要找我啊。就是他们抬的话，说的这个料太床底的话，别抬我，跟我没关系，不要抬我，你们去抬那个小助理。
我的产出是浇灌，你们去死了，真的，真的，我的产出是浇灌，诶。这找不到跟我有什么关系？找不到跟我有什么关系？找你有本事你去找小助理那边抬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找我？我只是被波及的，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你凭什么？我这是一说我是连坐是吗？我要是连坐的话，你们一个都跑不了。懂吗？我要是被连坐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哎，这帮人，我跟你讲，你现在你们的开的车对我来说都是烧烧水。为什么？自从我自己知道怎么驾驭这个方向盘了以后啊，哦，我知道怎么操纵这个宇宙飞船了以后，你们这点车在我眼里面一点都不算，就都不算怎么回事。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看得出来了，你们这帮人就知道嘴巴会说而已，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嘿，你们这帮嘿，就是嘴巴厉害有个屁用，这没实际。对啊，情绪都不懂，嘿。看懂你们了，我说的浇灌是娇生惯养的浇灌，他们非要说是那个浇灌，我也没有办法，是吧？哎，真的是，对啊，连个对象没有，还是个单身狗。对啊，超扎你们心，真的。就是被我嘲讽也就算了啊，最致命的是，居然还是单身狗。哎，我这个名字就一只手已经数不过来了，换哪一个都正常。我已经习惯你们给我起外号了，我已经无所谓了。他妈的，都烧鸭都能叫烧鸭姐，说我卖烧鸭的，我还在乎你们再给我取什么娇惯姐吗？我一点都不在乎。真的，我一点都不在乎。啊，已经被你们取名字已经取得我麻木了。他妈的还能说的说我卖烧鸭了，我，哎，这个娇惯姐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对啊，我就明摆的人身攻击啊，我就是在人身攻击。对啊，我就是在人身攻击，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已经知道怎么跟你们相处了。我就觉得有相爱没啥用，不相杀一下的话，感情都促进不了，感情都促进不了。反正你们就爱相爱相杀这一套了，真的相互伤害啊，就超爱这个。对啊，反正知心大姐、温柔姐姐你们也不要啊，你就喜欢我怼你们，我也没想过你们居然有隐形抖 M 性质的。对啊，我也没想过，本来以为是相扶相持的，没想到我们居然还能演绎一段深情虐恋。对啊，只要我名字换得快，台姐就跟不上我。对的。讲真的，讲真的啊，讲真真的，只要我名字换得快，这台姐就跟不上我。刚刚抬他房姐，我然后我这边是诈骗口音 UP 主，我说你抬他房姐跟我诈骗口音 UP 主有什么关系？刚刚抬那个诈骗口音的 UP 主，这跟我烧鸭姐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没有啊。我是给你们起名字的啊 ，TT 嘛。哎，各位 TT 晚上好啊！以后我连殿下都懒得叫了，以后我有事，各位 TT 要请假。各位 TT， 哎，我今天有事情，我要请假不来播了。以前还很恭敬的叫，
各位星际殿下，围城有事，我现在已经傲娇到，我已经膨胀到不尊称了。各位 TT， 俺忙，俺很忙，要请假。你打妹，你打妹也没有用，反正就是叫着叫着已经习惯了啊。不是星际宝贝吗？不是了，以前宇宙公主、哦、知道啊。这哎，你们是宇宙公主，跟星际殿下身份如此高贵，跟你们是 TT 有什么冲突吗？没什么冲突啊，没什么冲突啊，是啊，是真的没冲突的。你们是星际宝贝，你们是星际殿下，跟你们是 TT 有什么冲突吗？我在我心里面一点冲突都没有。对，不好意思，我膨胀了，嘿嘿。对啊，你们是 TT 跟你们是我的宝贝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冲突吗？在我心里面一点都不冲突啊。对啊，在我心里面一点冲突都没有，既是我的 TT 也是我的宝贝儿、哦。我靠，膨胀一下又有个名字叫膨胀姐呀、啊！哎呦，你们给人家台阶一点时间喽，真的是都还没开始台呢，这名字又改了。对啊，那到时候就是台阶也都跟不上我们了，这咋办呢？就台阶都跟不上我们了，然后他让他把那个灌溉姐是吧？浇灌姐，要把浇灌姐给抬了，浇灌姐都没抬呢。哎，台姐也没这个耐心呐、啊。她看到那种七八个钟的、九个钟的都有，她头都秃完，还敢就是，哎，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就是看我直播回放的人真的好猛啊，真的。你们不是有很多人考古了吗？去看直播回放的嘛。我是那种三四个小时那种看完的，都觉得很了不起的。我看到有些人去考古的时候，连九个钟的那种他都考完了，我好服，好佩服、哦，真的，好佩服，真的。咋这么耐心呢？给我自己看的话，我自己都没耐心。对啊，我跟你讲，有些人很恐怖，他说把我开我的直播回放，就是给小孩听，然后跟小孩一起听，哄小孩，说有催眠效果。我从来没想过我的直播回放居然还有这一项功能的。对啊，就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直播回放居然还有这种功能。对啊，你们太离谱了。对是啊，对是啊，就是他自己又能听，对小孩来说又很催眠。我就从来没有想过，我居然还有这种功能。嗯，怎么？可以加速？我感觉我说话的速度也蛮快的。你们加速的话，能听得清楚我说什么吗？又没有弹幕。哎，真的是好好笑。哎，我一会儿给你们讲个八卦，就是要破一下，要破一下之前狗仔的一些小炒作。你们也当产出啊！你们也当产出，对啊，你们就当产出，就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八卦消息的嘛，哦，我把的那个八卦给破了，关于你爸的。来什么？你那个，我十点钟下啊，讲完了以后，咱们就准备完事了啊。讲完咱们就下了。对，我要去看小说。对，我讲完了以后，我就要下了，我要去看小说。然后那个，不是，就是那个，同样是陪剧组啊，同样是陪剧组啊。
哎，我跟你们讲个很八卦的一个消息，很八卦的一个消息，可能会捅了别人的窝啊，可能会捅了别人的窝。但是吧，我觉得，如果说是新疆美女啊，就是你爸那部剧的一个女主，你爸那部剧的女主的粉丝，如果说是有在我直播间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要放那个窜天猴庆祝，窜天猴庆祝。为什么？因为你们家那个你们家姐姐，已经就是知道迷途知返，知道迷途知返，把某只金鱼给甩了，明白吗？因为之前的时候，你们也不用太生气。为什么？因为之前的时候，你们家姐姐那确实是跟人家有一腿啊，你们姐姐确实跟人家有一腿，而且你家姐姐就喜欢那口，懂吗？所以就是要，如果说是网传在说你姐姐跟人家那个跟人家格格的男朋友有什么绯闻啊，你要是人家再传说你姐姐跟人家那个格格的男朋友有什么绯闻的话，你们就可以冷笑了哦。为什么？因为你姐姐的口味喜欢，她反而你姐姐不是很在乎外貌，但是她喜欢型男。你姐姐所有的男朋友都一个类型，都是型男，又 man 又很荷尔蒙，就是有点猛 man 的那种，明白吗？就不是你家姐姐的那个菜，懂吗？就是我们直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新疆美女啊，就是我们家俊俊另一部剧的一个女主，那位新疆美女的粉丝，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如果说有的话，我就觉得你现在应该要放窜天猴。为什么？因为你姐姐以前你们再怎么辟谣没什么用，为什么？因为你姐姐以前确实很恋爱脑啊，你姐姐以前真的很恋爱脑，但是现在可以放心了。为什么？因为你姐姐清醒了，就是很清醒了。所以那个时候一起去美容店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狗仔就是一点都不专业。为什么？因为去的时候是有五个人一起去的，懂吗？一起去和五个人去的，就是一起是五个人去的，就是你爸带家属去的，人家美女也带家属去的。说白了，电灯泡是某位高个子歌手，是某位高个子歌手。所以我就说这些拍狗仔的那个视频，你他妈能不能别剪？还有一个就是你拍全了吗？就很想问。对呀，光就是家属先去的，知道吗？就是某位高个子的歌手，就一只单身狗，就他单身狗。那为啥？因为那段时间，就是你阿爸的家属是长期陪的，长期陪组的，大美女的那个，大美女的前任。是有空就过来探班的，所以没女朋友探班的，然后还跟着人家两对情侣一起出去的，谁单身谁尴尬，就谁单身谁尴尬。啊，我这个破八卦啊，我这个是在破八卦啊！以后啊，就是我哪怕是我们俊俊的华业上映了，我们俊俊的华业上映了以后的话，就是可以炒，可以，就是你营业的时候你可以剧的 CP， 或者是剧可以讨论剧类型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就不要拉郎配了，好吧？不要拉郎配了，人家美女在剧组没少吃狗粮。
就是人家美女在剧组没少受到暴击，知道吧？就所以啊，不管营不营业类型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应该给人家那个大美女一点点尊重，一点点尊重，因为人家也不容易，懂吧？人家也不容易，就是这你不会拉郎配，是因为你是我们家的人。人家大美女那边的粉丝也不会拉郎配啊，但是你耐不住有一些人，还有那些剧方啊，你是就是忍不住想让人家两个人炒 CP 啊，你也得看人家两个人愿不愿意嘛，真的是，就是，其实人家那个大美女挺不容易的，为什么？就是你刚那段时间，你阿爸脸色本来就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还有天天臭着脸，就是，所以就是本来他们两个一在一起拍的戏的时间就不多。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的经常是岔开戏，他们两个，哎，我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剧本呢、啊，就是觉得很好笑，就是他们的男女主角就是在一起的那个戏份呢、啊、都不多，都不是很多，懂吗？都不是很多，都那个都不是很多的，所以你阿爸拍戏的时候就是心态不好类型的时候，那个大美女也不在，因为跟大美女的那个就是一场戏嘛，都不是很多。然后但是有时候也会跟人家拍同场戏的嘛，哦，也会有在一起的那些戏嘛。拍完后，你爸阿爸前一秒深情款款，一喊咔，对，你爸前一秒深情款款的看着人家，然后人家导演一咔，你爸转身就走，喊咔，然后你爸转身就走，然后如果说休息，你爸直接去地方坐下来，立刻掏手机。懂吗？立刻掏手机，所以人家美女也不容易的，人家美女也不容易，真的。上一秒还情深款款，深情款款，下秒一卡转，就是直接转屁股就走，然后那个就直接，然后如果说导演说休息什么类型的话，立刻掏手机。放心，不会吵的，哎，真的。你这剧方搞事你也无所谓啦，你没什么，因为他也要营销嘛，是吧？这剧方搞 CP 什么类型的，他也要营销嘛。你就是我感觉，我跟你讲啊，就是基本上他们啊、男女主啊，应该现生都不会去营业这一个，为什么？就谁营业谁尴尬，知道吗？就谁营业谁尴尬。但讲道理啊，你爸韩烨这个角色真的很吸粉，为什么？美强惨，真的。这安乐镇的这个剧，这你爸的这个人设真的很吸粉，所以以后安乐镇出来了以后，蘑菇的队伍要壮大，可能我们家橘子皮这边也会壮大。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是会来看剧了以后，本来是想做伪粉的，但是一直到妈的刚刚粉上一个粉上他，就知道有嫂子了，可能又会去摸下底，看谁是嫂子的，明白吧？就是以后啊，就是你阿爸那边有粉的时候，我们就是蘑菇那边会壮大，我们家也会壮大的。为什么？真的，我都说了，一就是喜欢上你爸很容易的，但是一喜欢你，刚喜欢你爸就知道有嫂子了，人家肯定会去摸底的，谁嫂子是谁。对，肯定会摸嫂子是谁。他们一看，哦，居然是真有嫂子，是男嫂子。但他磕 CP 他就上山，他不磕 CP 他就是毒粉，他就是毒蘑菇，他就是蘑菇，是吧？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说你爸拍戏了以后啊，我们家这边的人会不会，蘑菇那边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这边的人会不会就是被人家碾压？你放心的啦，真的。而且这年头狗都不当伪粉的。懂吧？对，很容易上山的。对，只要考古很容易上山，你爸妈这边真的很容易上山的。这就上山的这种理由莫名其妙的。有时候看一部剧下来完了，你看就像那个沉睡花园。那个沉睡花园放完以后说效果也很不错，但是你看到蘑菇涨粉了吗？蘑菇都没涨粉，反而是橘子皮这边又多了人了。真的，你看沉睡花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真的，沉睡花园就是个很好例子啊！沉睡花园的时候，就本来就是按理说应该提的是蘑菇的，但是蘑菇那边有长了人吗？没长人呢、欸。蘑菇那边。
为没长人呐、啊，主要是真的，真他妈提提的是 CP 粉就觉得见鬼，你知道吗？我都说了，人家过来看的时候，你爸这么帅，人家喜欢你爸会很正常的，知道吗？气质又好，一粉了以后，刚刚粉上他就知道有嫂子了，人家肯定讲会想知道谁是嫂子啊。但是讲道理啊，哪怕是你妈被夹成这个样子的，想要知道你就是他的嫂子是谁，很容易，你爸自己会绑的，都不需要你讲，懂吗？你爸自己会绑的，都不用你讲，真的都不用他多怎么考古类型的，他想知道，他很容易知道他嫂子是谁。有时候真的觉得越努力越不幸，所以就是经常天上躺赢的，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弄得这么辛苦，也不是很懂你们。对啊，有时候我也不是很懂你们怎么会弄得这么辛苦。对啊，有些愁来愁去的，我说你愁那么多干嘛哦？都不懂什么叫因果定律，也不懂什么叫人之常理。哎，这讲道理哦，我有空的时候教你们怎么什么教你们怎么看镜头，怎么叫镜头语言。今晚就完事了啊，我们有空我们聊一下怎么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一张照片，我看出很多问题，你为什么你们看不出来啊？有空也可以教你们练一下火眼金睛。对啊，有空教你们练火眼金睛，以后就不用老是来跑来问我了。对啊，教你们怎么练火眼金睛。行的了，走的了哈。啊，今天哎，今天三波产出啊，我觉得这个量价再这样下去的话，我都要被薅秃了，怎么办？真的要被薅秃了呀！这现在我们的以前是一天一次下播一颗糖，他妈的，我们这两天六个。噎死你们了，真的是。对啊，以前下播一天下播一个的，我们这两天六个。哎，不才两个，你这哎。还要我帮你们复习啊，今晚上是三个好不好？有一个是我30%的责任，70%是你们的责任，这个产出是大家共同的，你们不承认自己也得承认，这是产出，你这有一个产出，还有一个产出是你妈是说你爸挪你妈的那个床底料啊，虽然说产出是小助理的，但是啊，是经过我这边口述的，所以也算是产出，直播间产出，好吧？还有一个就刚刚讲了，啊，对啊，我的产出虽然说那个产出是小助理的，但是我的产出是浇灌，好不好？哼，你数学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哦？你一加一等于十，我都懒得理你。喏，这个以前我没有讲过，我讲的是踩脚脚，哼，不行嘞，以后产出你们得一起配合了嘞，不然的话会薅死我呀，被薅秃了怎么办哦？啊，我被薅秃了怎么办？我问你们，对啊，我都被薅，你就以后产出要相互配合嘞，不然的话就被薅秃了呀。哎呀，你们说几个就几个了，我管你们了。啊，我管你们了。就你们说几个就几个了，我走了啊，拜拜。这咋还撒娇起来了？没撒娇啊，不是跟你们说了不要被薅秃了，他妈的变成光头了。你们这再薅的话我要出家了，我跟你们讲。你们再薅我要出家了，我要我去薅小助理，我不薅，我跟你讲，小助理都不用薅，好不好？
小助理不用薅，他会自己讲。为什么？因为被喂狗粮的人呐、啊，他一定会找人吐槽的，懂吗？就小助理都不需要你薅，因为被喂狗粮的人一般都会找人吐槽的。啊，拜拜拜拜拜拜！哎，我不要当尼姑了啦，我不要当尼姑，拜拜！我不要当尼姑，拜拜。有本事你们去薅你们家小雨哥，有本事你们去薅你们雨舅，哼！有本事你们去薅你们雨舅去，拜拜。